本章文字是实体照片，请委员参考。所谓石灯笼遗构的现况照片。接着在附属设施的高野山不动波谢不动碑、高野山弘法大师碑及森牛扶松碑的一个位置，以及现况的照片。文化资产价值评估报告，请委员参考。拟办一，本案拟请同意北投真言宗石窟建筑群古迹本体定属土地范围及指定理由：一、名称本北投真言宗石窟建筑群；二、位置台北市北投区丹凤山；三、种类其他设施；四、古迹其所定属土地范围之面积及地号。古迹本体为弘法大师岩石窟及波谢不动明王石窟，附属设施包括弘法大师纪念碑、森田扶松碑、高野山波谢不动碑、高野山弘法大师碑及奉献石柱、石灯笼、石阶、石栏杆遗构。建造物坐落土地为北投区重阳段一小段116部分、420部分、421地号部分，土地面积2261平方公尺。建造物本体及其定着土地范围详附件七页28-29页。五、指定理由及其法定依据：一、真言宗石窟建筑群主窟包含弘法大师岩石窟及波谢不动明王石窟，主窟凿石壁为神龛，分别奉祀弘法大师及波谢不动明王，周边上有奉献石柱、参道、弘法大师纪念碑等，为明治与大正时期由日人所捐制之不同时期的石造雕刻物，呈现日治时期佛教石雕技艺，具保存价值。二、见证日本佛教在台发展过程与日治时期北投温泉开发史，具地方历史与文化意义。三、符合国际指定及废止审查办法第二条第一项第123款指定基准。二、本案提请本审议会审议，并依审议决议办理后续。好，谢谢。今天农委会有代表来哈，这边来表达意见，请。主席好，各位委员好，我们这边林务局的意见是，我们希望，能够，这些石窟群能够，得以妥善管理维护，我们是这样期望，但是因为我们本身不是，有这个专业能力来维护古迹，所以希望我们文化局，市政府文化局这边能够，出面来管养。那像我们这边，因为我们这边是保安林，那可以的话，可以向我们做一个土地租用的程序，这样子，行吗？文化局要表达意见吗？还是依照你知道的法，那你在土地所有权上面还是由贵局来管理。好，当然这个期待不在我们今天要谈的范围，不过我想后续农委会这边我也了解，你刚才提到你没有相关专业人员嘛，那这个部分我想我们文化局这边可以来协助，可以来讨论，好吧？谢谢。好，各位委员对本案有没有意见？好，那么请各位来填一下这个意见单。好，关于本案有12位委员出席，那么12位呢都同意哈，本案有关这个古迹的本体定着范围及指定理由，本案通过。
通过。好，谢谢。那么今天啊、我们审议的七个案到这边都审议完成，各位有没有临时动议？好，如果没有临时动议的话，我们在12点前完成今天的会议。好，会议到这边告一段落，散会，谢谢大家。